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剑盾哦。然后那个台湾的需要可以去拿了，在全省的家乐福门市有，超市也有，可是超市的需要好像比较少啊，建议去那个量贩店找，一点多还有。嗯，然后还什么？好像没有人排队啊，去就可以拿这样。每人限领一张。哦，这边有写啊，在量贩店的话，家电柜台跟店员讲要拿宝可梦序号，讲无极胎那好像还会认一下，还是我发音不标准？说要拿宝可梦序号就，他就会拿给你。然后超市，我、哦、超市结账柜台，超市我没去过，我就听说超市很快就被领没了。好吧，附近有可以去试试看啊。然后可以兑换嘛，一个序号只能用一次哦，然后一个储存资料可以领取一次。十次错误的话，要在六个小时之后才能重新尝试。嗯，那你如果把它，它应该不用刮开吗？把它打开就直接有序号了哦。有一张很小的那个算什么书腰吗？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珠子的宣传册。哦，有一个很小的，把它打开里面就有序号。然后这个家乐福的领取期限到11月17号哦。哇，这个数量有限，可能领完的话就没有了，尽量去早一点领。嗯，我是这么觉得。还是说它发行量超大？哦，那这个是巴哈的新闻。那还有那个讨论区的近期配布相关讯息集中串。诶，啊，我翻一下，在这边差不多在63楼之后都是无忌泰纳的，然后一间店好像、是员工啊，一间店约3000份，然后序号有效期间到11月24哦，不要放到过期。嗯，哇，超多。嗯，然后超市好像会没有。我觉得去量贩店可能比较有机会拿得到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他没有人录影，可能刚开始要录一下，表示有开始派送这样哦。这个在讲干话，应该不可能提早发、啊。然后我看看，我、哦、超市还有限量十份呢，可能比较小的超市会少一点这样。然后量贩店家店部嘛，超市哦，超市是柜台。OK， 24号前。那你如果懒得去的话，可以看看有没有人放序号啊？没有就是没有。哦，总之我领到了。他是要跟那个店员讲，我没有遇到自由领取的，呵呵，那间可能会店员会被骂，我觉得他们是收在柜台下面啊。我跟他讲要拿宝可梦序号，嗯 ，OK， 然后我来领我的无极泰纳哦，哦没有，还有一张图要修，结果，我的图片呢？好，这边没有放啊。对对，哦，那差不多会有一个牌子在那个柜台上面啊。嗯，对，应该会有。没有的话，你问一下店员哦，在那个家电部。然后领到了序号就下面这边嘛。嗯，啊，这边是有那个，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有记电话，我把它挡掉了，右上角一块白白的。好，那就领起来喽。那领的就那张小卡片嘛。咦，它上面有写字吗？领取无极泰纳的序号，序号的有效期限2022年11月24日礼拜四为止。然后另外就是宝可梦系列最新作品11月15日礼拜五发售，支援中文。这应该算珠子的宣传吗？哦，领起来了。你有没有开错账号啊？透过序号密语接收，然后这个一样会把新闻盖掉哦。然后那个
哇，等一下我再找一下那个网页，先把这个领起来哦。那个好像极具团体战11月1号之后就没有新的了，我看到是这样啊。那可能要专心营运珠子之类的吧。然后剑盾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剑盾的比赛好像也就没有了吗？这个我不是很确定。嗯，哇，这个需要我打过就没有用了，有没有再打一次啊？连不到啊。这个需要只能使用一次哦，请自行到家乐福领取。哦，不要再打一次了，没有用，领不到。哦，闭塞无极泰纳。哎，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是不是领到奇怪的异色？我有比较红一点，因为我这边有打到无敌泰纳吗？好像没有。嗯，好看一下。我干嘛开图鉴？图鉴等一下再看。好可梦哦。我这边还是没有播到那个，在这边看，哦，原本是有点蓝色的，因为比较偏红色的。初训加加乐啊，所以他那个初训加不是那个，所以没有什么亲不亲民的问题。啊，左下角有那个闪光的标示啊，异色标示。然后哇，没有六不用，还是这个是随机的，我还要自己喂王冠，反正也不能生蛋嘛，喂王冠，然后还不能那个无极巨化嘛，应该没机会开放了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个招式在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哎，好忘记了，在有地方可以改。美丽的地方，然后有一个经典奖章，喜欢宝可梦的无极泰纳。这如果不同语系，不知道会不会不一样。我要看一下图鉴嘛，我这边的无极泰纳应该还没去打，还卡在一开始欸。这样有图鉴吗？有嘞，哎呀，直接异色的哦，还是可以切换。看不到一般的，嗯，它异色的嘛，异色的标志，我看不到一般的什么样子。好吧，400号 ，OK， 那这边就这样，我找一下公告，等我一下。嗯，还是我找不到，等一阵子哦。我记得有看到一个公告说那个。之后不会有那个极具团体战哦，想半天，哎，我找一下，没有办法分心二用。剑盾未来各项网络服务说明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了，还是之后有机会突然又营运一下。嗯，极具团体战11月1号之后不再更新哦。最后一个应该是超级巨化卡比兽。咦、嗯？啊，没有异色哦，我以为有加异色，就那个肚子上会长一颗树的卡比兽啊。嗯，然后线上对战也不再有新一季赛事。11月赛季不公布名次与发放奖励，哦，11月就没有开始了，网络大赛没有了，伙伴大会这个我也没玩过，12月1号之后不会反映在 Pokemon Home， YY 通信可以，诶，官网有连结，日文的，哦，日文无法，
留言剑盾要再见，那可能要营运珠子了。比赛之后可能就在珠子了吗？诶，珠子有没有宣布有那个 PVP 比赛啊？诶，这里这个是手机的吗？手机截图。诶，哦，这是那个 Home 的，我跟梦 Home 的公告。共有中文公告。好吧。哦，所以还好我留那个有新闻的存档。哇，那个刷一次这也没有很多只呢，也就那几只而已。好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。那记得想要异色无敌泰纳的，可以去家乐福的柜台问问看啊。他应该隔一天还会再补货吧。我希望是这样，不然一天就领完了，有点夸张。应该是会补货的，不像之前那个 Seven 领完就没了。我那个 Seven 我真的没领到，我跑去英国的网站领的。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